10月28日，有摄影师曝光再度拍摄到了樱桃和新男友赵达同朋友们一起吃饭。之前就有网友曝光樱桃与赵达两人吃饭的画面，疑似恋情曝光。这一次也是为恋情曝光再添实锤呀。樱桃身穿浅色的 V 领针织衫，梳着半头，再加上精致的妆容，女人味十足。如今樱桃已经40岁了，但是不管是身材还是颜值都是十分的在线，在她的身上几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，网友们也是十分的羡慕。并且樱桃的感情也是一波三折，如今能够有好消息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呀。樱桃在整个聚餐期间一直都是开怀畅谈，笑容满面，心情很是不错，整个人的状态可谓是容光焕发呀。赵达也一点都不羞涩，甚至已经融入女友的交友圈了，和朋友们不停碰杯，侃侃而谈，相处得非常好。如今樱桃与赵达的恋情大家也是有目共睹，就等待樱桃官宣自己的好消息吧。